你下班了。哦，到下班了，妈妈呢？在屋里。妈妈在屋里干嘛？哎呦我，这在干嘛呢？啊？这在干嘛呢？他倒立，倒立，倒立。这叫倒立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不倒立这干啥？倒立这样的话，可以对美容有效果。然后呢，这不叫倒立叫啥？这就倒地呀、啊！啊，你怎么才下班啊？才下班啊！你今天怎么到这么晚？那有事儿。啥事儿？啥事儿？告诉你啊！不告诉我，告诉谁？告诉别人啊？告别人行吗？好使吗？好使啊！咋好使啊？嗯？真学倒立。啊？你会不会倒立？我当然会了，我那样倒立我倒不上去呀，我不会那样倒，我只会这样弄啊。我不会那样倒。嗯，你看儿子都跟我学了，看看看，真棒。嗯、哎呀，对呀，大孩真棒哈、啊，跟妈学倒立。嗯，来，手张开，我教你倒立啊。啊，手张拳，这样是拳，这样是拳，啊，哎，别握着拳头啊，这样张开啊，别动啊。俺脚也我出不来。看，我教你干啥？哎，你要干啥玩意儿？看蝙蝠怎么挂的，就这样挂了。你干啥呀？你不倒立吗？哎，我那样倒立，我弄。我教你啥叫倒立。你给儿子整一个。你看看。干什么？